比赛吗？哎，当然啦。哎，大福，干嘛？你说我加入中信多久？是不是？对。今年准备第六年。第六年。对。第六年哎。对啊。这个胶有点不太好闻，是强力胶吧？哎，觉得木木以后会有胡子吗？为什么？你有胡子吧？啊？你就是遗传爸爸不是吗？我下一个会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女生，是我想选女生。真的？嗯。那你？有女生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我觉得是不一样，但是反应不一样啊。你们真的小时候就很贴心吗？就不一样。我一直黏到手。我觉得要看那个个性，还有他。会比较贴心吗？对，一定会比较贴心，一个比较。因为我觉得是男生的常会贴心。哎、欸，你这样，你现在假装是我女儿，你现在假装是我女儿。哦。你要说爸爸你好帅。爸爸你好帅。你们能不能好好做灯笼？你两个在那调情啊？不是，我在现在，因为我现在刚晋升二宝爸，很开心。然后我就说，我问他说，你觉得我会是女儿还是儿子？然后我说，女儿真的比较贴心吗？哎、欸，再一次。爸爸你好帅啊！哎，你们之前在炸裂的时候，你们衣服，你们有团体嘛？对不对？啊？什么？我说你们团体是不是都会有不一样？每个人要穿的衣服都不太一样。表演的时候吗？对啊。对啊。那你会，哎、欸，你们会分配衣服吗？我们就比如说谁腿比较长啊，然后就是、有会。你们能不能好好做灯笼？你们呢？你们也是分配的。我们没错，你知道吗？团体真的就是这种。你知道我都被分配到哪一种？哪一种？我都被分配到。要露手臂的。因为手臂是最壮吗？这样很好啊。可是我觉得还好。你觉得这手臂壮吗？蛮壮。你有老鼠吗？你摸一次看。很壮吗？啊，可以再硬一点，啊，可以再硬一点。好，你换一只手，我左手比较硬。哦，有，壮吗？壮。哎，有时间限制哦。哈哈哈。你有看过我们表演吗？你没看过。我现在开始追了。你们团体会不会分谁要穿什么衣服？会啊。真的假的？你们也会哦。对啊。所以你都会穿到什么？比较普通的衣服。露腿还是露手还是露背？还是露手？哦，对，我会露，我都会被分到露手。哎、欸，那你跟我一样哎。真的？你的手是漂亮的手。我的手对，因为我这些就露单只手臂。看。你觉得壮吗？很壮。这样子，你摸摸看那个二头肌。哎、欸，他在跟我聊天。他就在跟我聊天了，怎么？我们可以聊天啊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左手跟你、哦。我知道。左手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是啊，你很壮。再一次就好。再一次就好，一样。还在摸一次。壮吗？壮吗？很壮。你刚刚手真的很壮。哎、欸，我们的标准是以这一个哦。好漂亮哦，他做的。我们对啊，这个为标准哦。哎，他做多久了？我们第一次哎。对啊，这个。哎，这一手叫。怎样？对，我想啊，张惠妹的。啊，破了。张惠妹亲吻爸爸。我最亲爱的。我最亲爱的。的怎么样，就是让他去，你好，你试一遍，比如说我是爸爸，啊，你全没看我，你说你跟我说你要去夜店，爸爸我想去夜店，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夜店很多男生会把你拔走，我女友那么帅，那么漂亮，嗯，你不行去，那我穿很多去可以吗？包紧紧这样子，除非你跟爸爸撒娇一下，爸爸让你去。对，拜托啦。你摸爸爸脸，说爸爸好帅。爸爸你好帅哦。让你去。好。啊！我突然想到了，吴昕迪之前就拍那个广告，就是那个爸爸什么那个。好啊的那个。对，好啊。哎哎哎！啊！没有，我现在在享受那个。当爸爸的喜悦，
你是那段怎么去的？就是你有不要不要影响哦。你有去过哪里吗？然后那如果说叫你跟你爸爸撒娇，你会怎么撒？哦，好难哦。你不会跟你爸爸撒娇的？我不会。最后两分钟。Oh my god！ 你知道我跟你说，我到现在我爸都还会跟我玩那种楼梯然后追赶的游戏。你看，你看，你把我当爸爸。这个还不错。要讲什么事情？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你这样摸爸爸，说爸爸你好帅。爸爸你好帅。最后60秒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怎么会粘不住？刚刚没看到。那个绳子嘞，绳子嘞。3秒，我不会用，我都乱绑，那下面就啥用？2秒，啥用啊？好，给你们15分钟的时间，已经到了。好，比赛停止。其实，在刚刚，我们两位小队长，他们身上都有一个隐形任务。请问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为什么他感觉不知道？我的任务是，我的任务是摸我胡子，说我好帅。我有说我好帅吗？爸爸你好帅，爸爸你好帅，好痛。好，那你的任务是，我的任务是摸我的二头肌，说我好壮。可是我没有说好壮。有，好，哎呦，哎，黄甲超好 Q 的，各位，哎，谢喽，黑鬼。谢喽！哎，但是各位，这不是我们真正的比赛，这不是我们真正的比赛，这不是我们真正的比赛。哇塞，老师又来了！真正的比赛是。刚才这15分钟里面，有颜色在里面的歌名。你说我加入中心多久？是不是？对。今年准备第6年。啊，谢谢小兰老师，谢谢。因为我觉得是男生就不太会贴心啊，很重吗？马上可以再硬一点。那我不修边了，反而漂亮。我刚才跟子涵说，就是你们团体会不会分？我就这样，我说。你会想说你要去夜店？哎，这一球的，啊，怎样？对我想，那么帅，那么漂亮，小姐，不进去。那我穿很多去呗。好啊，穿那个。对，好啊。哎哎哎，哎，我那么认真玩，不是真的比赛。一人一张，一人一本哦。好，一人一本。这一关卡有4个星球，不能交谈哦。有颜色在里面的歌名。歌名里面有颜色，歌名里面，歌名不是歌曲里。好，请亮答。歌名哦，歌名不是歌曲。歌名，歌名哦。歌名里面没有哦。好，通通没有，正确答案。红豆。因为我觉得是男生就不太会贴心啊。还有另外一首。一，哦。哦、oh, ，没听到，哎呦，他现在很开心，你要这样摸爸爸，爸爸你很帅啊。还有黄昏，好，第二题，有哪一首歌是团体唱的？三，二，一，好，请亮答。好。哎，阿象写2个怎么办？有写就 OK， 就多写好不好啊？恭喜红不浪全对。歌名8个字的歌是谁唱的？写出那个歌手，那个歌手，歌曲能在里面播放的肯定都是巨星。3、2、1，请亮答案。蔡依林，蔡依林。蔡依林什么？没有没有，五月天可以乱写。宪哥，嘿嘿，张惠妹，哎呦，哎，恭喜答对，厉害，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哇啦啦哩哩啦啦，歌名当中有你我他的是哪2首？要写出2首歌哦，就是那个歌要对了。
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好，先看你的。我最亲爱的哦，小姐可以。哦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哎，小姐可以给我。对啊。不对，你的名片吗？哎，我最亲爱的，好，我最亲爱的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来，我最亲爱的 ，OK， 我最亲爱的、欸、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两个。看一下，看。没有没有。好，挂。挂，哎呦，还有黑的一分，这也是一关哦，这一关就四颗星球哦，这一个哈、哦，我数到八秒之后，我就直接你们就要看答案了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好不好？男女合唱的歌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好，停。哇哇哇！黄四，黄四，然后黑二。哇，黄队目前领先，最后两题有一点难，难到在炎炎夏日之下会有点想睡觉。十首歌播放的次序，这样全对吗？每一首歌的次序，谁会知道啊？可以那个，比如说第一首是什么，然后第二，你写一二三四，只要有补到那个空，就可以得到一分。哦、oh, ，OK， 懂意思吗？哎呦，超屌！这也是一招、啊。对的。三二一，中十首。好 ，OK， 停笔。好，把答案亮出来。你们自己拿笔对的部分把它圈起来，好不好？恭喜 Kit 一分，谢谢。一到十题都是红豆。哎呦！哈哈哈当五六七八写小酒窝，九十写别的。黑队达哥一分，那个一分，婷一分，子子一分，云二零分。黑队三分，来黄队一分，一分，两分，三分，三分，没有，三分，没有，没有，三分，四分，四分，耶！好，最后一道题目，有哪几位歌手有小孩？谁有小孩？好，时间到，好，盖牌了。好，先看王菲、Jackie Wu、周杰伦、孙燕姿四分，睡。好，达达。其实我刚才。周杰伦。A 乐曲成员每不是每个人都有，但我知道有谁有小孩啊。那你要钱？啊，你跟牛奶啊。五分。啊 ，OK， 哎呦，来，一二。三分，里面没有梁静茹的歌。哇，新题，两分。分。哎呦，一二三，三分。周杰伦、宪哥、孙燕姿、阿迪、黄飞。五分。周杰伦、吴宗宪，然后 Energy 的苏伟、达哥、Toro 没有。啊，那也是五分。然后孙燕姿，你也是五分。两分，黄队获胜。Yes， 各位 ，Give back，G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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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ck。